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网头，我现在人在南港展览馆。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嘞？非常欢迎各位莅临2018新时代斯堪尼亚产品发表会。Boom， 对了，这次又来到一个我十分不熟悉的领域，但是看到这些 Scania 的大车，就好像是看到一辆辆的变形金刚啊，让我好兴奋啊！这些新世代的大车，官方说法是累积了10年研发，总共投入了800亿新台币，测试总里程达到1250万公里，这数字代表着绕了地球300圈啊！其实这次最让我赞叹的数字是这个，燃油效率提升了5%。对于一般房车似乎没什么，但放在大车上，那省下来的油钱可是很惊人呐。另外一点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内装质感，我甚至认为不输一些房车哦。除了有很宽敞的空间外，那些密密麻麻的按键呈现一种很科技的感觉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张椅子。超级舒服的，而且像是主动测距跟车、自动刹车、车道偏移警示，这些主动安全系统也都在这些大车上找得到。然后有个特别的是油压减速器，可以提供3500牛顿米的制动力，除了可以减少刹车的使用外，还可以用在下坡定速上。而为了对应不同需求，动力编程总共有280、320、370、410、550、500、650。单位是 HP， 然后还有智慧型排档，让驾驶可以更轻松地操控这些大家伙。好啦，我下次真的要找人好来请教这些重型机具的问题，要不然根本讲不出什么。网头去哪里？下次见哦，拜拜。